大家好，我是 Frank Lu 团队的 Avatar Daphne， 欢迎来到 Frank Lu 人工智能工具箱分享频道。今天我们主要来认识这三个人工智能工具 Basil、 Beethoven AI、 Beautiful AI。 Basil 是一个提供 AI 烹饪助手的网站，该网站根据用户的偏好和冰箱里的食材生成定制食谱，用户可以将喜爱的食谱保存到个人化的食谱册中，再也不会缺乏餐食创意。 Basil 目前仍在开发中，他们正在努力为网站带来更多功能，包括更好的食谱生成器、每周餐食计划、食谱推荐、创建购物清单等。以下是 Basil AI 烹饪助手的特点：根据用户的偏好和冰箱里的食材生成定制食谱，将喜爱的食谱保存到个人化的食谱册中，每周餐食计划、食谱推荐、创建购物清单、语音激活和控制、交互式食谱构建、流畅的语音录制和口述、 AI 学习算法和个性化定制、提供简单易懂的指导食谱、智能烹饪罐，自动完成繁琐的烹饪过程，包括切割食材和搅拌，持续监测正在烹饪的食物，基于食品科学的烹饪模型，由专业家庭厨师、厨师和已经在其上烹饪了5000多道菜肴的多样化消费者进行训练，提供前所未有的功能，如暂停烹饪和主动切割。这些功能旨在帮助用户节省时间和精力，发现新的食谱，并充分利用冰箱里的食材。Beethoven AI 是一款 AI 音乐生成器，可以创作出独特的基于情绪的音乐，以适应您的视频或播客的每个部分。它提供了8种不同的音乐风格可供选择，包括电影、电子和流行音乐，并提供了基于先进音乐生成技术的5种替代作品。该工具可以支持带有配音的视频，并允许用户进行多次剪辑以添加不同的情绪。Beethoven AI 提供了一些与其他音乐生成器不同的功能，以下是它的一些主要特点。1. AI 驱动。 Beethoven AI 利用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为您的视频和播客生成独特且定制的音乐，这确保所创作的音乐能够根据您所期望的特定情绪和氛围进行调整。2. 多种音乐风格。该工具提供了多种音乐风格可供选择，包括电影、电子、流行、印度音乐等，这使您可以选择最适合您的内容和目标受众的音乐风格。3. 基于情绪的作曲。 Beethoven AI 根据不同的情绪创作音乐，使您可以将音乐与视频或播客的不同部分相匹配，这个功能可以增强您内容的情感影响力。4. 备选作品。该工具基于先进的音乐生成技术生成5种备选作品，这为您提供了多种选择，确保您找到适合您项目的完美音乐。5. 支持配音。 Beethoven AI 可以支持带有配音的视频，使您可以将音乐与叙述或对话无缝结合，这个功能对于依赖配音的内容创作者特别有用。6. 简单编辑和定制。该工具提供给用户创建、编辑和下载基于情绪的音乐的能力，用于他们的视频或播客，这使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要求定制音乐。7. 免费账户和丰富功能。 Beethoven AI 提供免费账户，用户可以使用该账户访问一系列功能，包括创建、编辑和下载音乐用于他们的项目，这使您可以在付费计划之前尝试该工具，看看它是否符合您的需求。Beautiful AI 是一款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演示软件，可以帮助用户快速、轻松地创建出令人惊艳和专业的演示文稿。它利用人工智能，根据用户的内容和偏好设计幻灯片，自动调整布局、颜色、字体和动画，使幻灯片看起来更加美观。使用 Beautiful AI， 用户可以节省设计演示文稿的时间，专注于创作有影响力的内容。Beautiful AI 的一些主要特点和优势包括：
专业的幻灯片设计 Beautiful AI 充当专业的幻灯片设计师，让用户无需设计专业知识就能创建视觉吸引力的演示文稿。品牌一致性，用户可以通过自定义幻灯片的品牌标识、图标、标志和字体，保持演示文稿与品牌一致。节省时间， Beautiful AI 自动化设计过程，节省用户创建演示文稿的时间。用户友好的界面，该软件易于使用，适用于各种技能水平的用户。协作， Beautiful AI 支持团队协作，允许多个用户同时在演示文稿上工作。 Beautiful AI 提供多种定价计划，并提供基于云的解决方案。他在想要高效创建视觉吸引力和有影响力的演示文稿的专业人士和团队中越来越受欢迎。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这三个人工智能工具的主要功能。一， Basil， 一个提供 AI 烹饪助手的网站。二， Beethoven AI， 一款可以创作出独特的基于情绪的 AI 音乐生成器。三， Beautiful AI，一款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演示软件。谢谢您的时间，我们下次再见。